你有烟吗？哥，烟呢？我找着呢。我那好像落屋里了，你上找我去。这两天看见他好几次了，真没想到他今天能主动跟我说话。哥，他真的很好看，第一次见时我就记住他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争取跟他认识一下。他人去哪儿了？哎，哥们儿，看着刚才有个女的吗？啊，不能进我公司等我了吧？门口也没有啊。这不是，是错过了吗？这不是他吗？他居然来我们公司面试，面试他的还是我好兄弟，我感觉我又有希望了。面完了？怎么样？怎么说的？他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怎的了？这是？你看来信？就是，是不行吗？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，那女孩。挺着你，然后一会儿你就跟我演好黑白脸啊。我说不行啊，我觉得不行。不是，我真感觉人家挺好的，不是工作能力那玩意儿都是能培养的，那经验你刚来的时候就有经验呢。说的也对，是吧？那咋的？给他个机会啊？给人家个机会呗。我这事我看你面子，我这事我给不了啊。看你面子啊。啊，你都盯上了、他好直接啊。不是我没其他意思，我主要我真感觉你挺好的，这个能不来上工资就挺大一个损失。不用不用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那你们这么说的话，是有点饿啊，那咱们边走边看呗，行吗？